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丽西猫。晚了几分钟是因为我去洗了个澡，太热了。非常的热，早就开空调了，但是还是很热，这个天气就是非常的热。米兰好，美晴好，妙妙好。小林有在。对，非常的热，因为我这个空间很大，所以这个空调感觉没有什么，时光好，这个空调感觉没有什么凉意，稍微好一点。阿毛这个傻子刚才还在看鸟台上面，然后热的那个小舌头一直往外伸，赶紧把它抱进来，他不知道换地方。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下午好。树多我觉得也不凉快，藏也好。妈妈来，妈妈。能拉的基本上都拉了，这个是那个通风的窗子都掩上了，然后外面这个遮太阳的也拉起来了。它有这么热，你没有办法。而且我的房子是在顶楼，无锡的家是中央空调，它也不叫中央空调吧，只是自己家的中央空调就比较好一些，就是它不会因为这个。我现在这个主机肯定是小了，我猜是小了，就是可能是应该要再大一点的主机才可以。没有声音吗？是你没有开声音吧？你好你好。是以前无锡的房子它是那个顶式的中央空调，所以哪怕冬天啊夏天开了空调，它也不会说那种温度让人不舒服。还好把你的音量打开就好了。卡吗？我看上去不卡，因为我自己也在 PC 开着直播，不卡，正常。吓我一跳，要是卡的话我今天又有的忙活了。建红好，袁建军好，美丽好，玲玲好。刚洗完澡现在又一身汗，我真的很容易出汗。特别怕热，我不怎么怕冷。对，他想睡觉了，他刚才其实我在洗澡的时候他已经睡了，然后我洗完澡走出来，他听到我的动静，他又开始跃跃欲试。对，牛耳朵，昨天他本来有两个牛耳朵嘛，一个啃到了，一个是他现在这个，就是啃的耳朵上面的那个扇叶已经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只啃了一点点的新的。结果昨天 Rio 回来了，直接把那个新的三口两口就吃没了，人家可以啃半个月的东西，然后十分钟就给它吃掉了。猫咪的皮肤并没有汗腺，所以它的皮肤不可以散热。它不穿皮袄它也散不了热，反而它的皮袄能够给它起到隔热的作用，就是防辐射呀，防那个高温呀，它是一个隔离的作用。防紫外线啊。下午好下午好，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对，猫现在都在藏起来了，除了小毛毛还有小滚滚之外。滚滚，
我的水很烫，等一会儿，我非常想喝冰的东西。杨梅汤是吧？对对对，想偷李毛毛说的对，猫咪或者狗狗的毛都是有用的，它是一个防护层，所以说，谢谢喵宝关心，它是一个防护层，剃掉了它会更热。Real 可能在他爸爸房间吧。我早上中午我起床晚了嘛，因为昨晚熬夜熬到今天早上6点多。就做完所有的事情，把今天早上这个视频发了，定时了以后就已经5点钟了，那时候已经天亮了，5:40了吧。我竟然都忘记先洗个澡再睡，热死了，冷死了吗？你是来拉仇恨的，我可以断定了。对，大家说那个视频很短，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你们看出来了吗？是我手机录的一个视频，然后我觉得很可爱。如果不要它的话呢，又觉得可惜，因为它很短嘛。如果想放在别的里面呢，又觉得很牵强，因为它是我用手机拍的一个，就是他们在打架，我觉得很可爱，然后我就把它录下来了，是一个手机录的视频。对，然后在手机上稍微剪了一下，再导到电脑上去剪了。我每次呢我都干这种无用的事情，是干嘛呢？我就想着手机录的视频就用手机来剪一下，然后反正很短嘛，然后只要手机一开始弄啊没有回头录的时候，我就很后悔，然后又再把它导出弄到电脑上去弄。毛毛热了，你看我小毛呼吸好急促。对呀，呼吸好急促。我虽然一个3分钟的视频，其实我已经是弄了2天了。越短的这种还有是默片就越难弄，就是不说话的视频是最难弄的，因为它的每个画面都要你们看得懂啊。开了空调了，开了。毛毛，毛毛，在开个电风扇。对，我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开个电风扇，确实是。我再买一个那种电风扇吧。人家才不笨呢，你才笨呢。这个电脑又没有主机在那里。对呀、啊，电脑主机没有在那里，不会热啊。我看一下，不过这里也有一点温度，就是那难道是我笨？可能要还是要买一个，在家里就是吹一下的话，空气流动起来，它就没有这么热。是我笨，不是你们笨。睡得可香了。我基本上都是在贝多芬那里买的，因为我刚开始养猫就在他家买，那时候是咪咪姐推荐了，然后后来买久了就一直在那买，再然后认识他了，然后就一直买在那里买。还有一些是别人送的，但是我不给猫吃，我觉得说给猫吃零食不是很好，我也劝你们不要给猫吃零食，除了那种奖励性的，或者是说要表扬的时候给它吃一下是可以的。对对对对对，买一个循环扇可能会好一些吧。对，阿毛热。深色的吗？不是要白色的吗？你又颠覆了我的认知。不是白色才可以把那个热气反掉吗？深色不是吸热吗？其他猫猫都躲起来了，他们都躲起来了，没关系的，它待会会出来的，因为太热了，他们都去找那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去待着。你别理他，你理他，他会兴奋的。他现在是想睡觉了。
梳子，梳子在里面，我放里面了。我还觉得是五一偷的，我正在。没有没有，在这里呢，这里我拿了，刚才我拿了。等一会儿的啊，等一会儿猫都会来的，放心吧。我不是很想贴玻璃，因为，如果室内够凉快的话，小猫咪他们要看看那个看外面，而且我喜欢光线好。对，它在冰箱旁边才是笨蛋呢，因为冰箱本身是冒热气的呀。还没有，刚刚开始直播。对，狗狗现在都长大了，胖胖也在床底吧，现在因为挺热的，现在真的是挺热的，这会儿对冰箱是发热的。胖胖在厕所吗？不理他就好了，他自己会出来的，等会儿他会出来的，等一会儿。没有，哎呀，不行，我得喝一点什么。来，滚滚，来，给妈妈拿点东西啊，拿我的冰。滚滚，过来。冰的。好，可以了，滚滚来啦，滚滚。我昨天冲的冰咖啡。本来我是买了一个这个果汁榨果汁的这个东西，结果我发现榨什么都不好喝。网友们给的所有建议我都试过了，可能我就不适合喝果汁，我这个人就不应该喝果汁。结果呢，就是我是因为我熬夜了，然后一起来就已经很晚了。就赶紧就是。微博的视频没有发嘛，然后因为微博不可以定时，如果我要发的话，就得手动去发，然后就赶紧先发了微博的照片，微博的视频，然后再来收拾房间。好在小林今天在，他帮打扫了一下，就是打扫房间啊，然后那个猫砂盆啊 ，Rio 上来搞了一泡尿，气得我们要死，本来就很忙很忙。等一会儿的啊。然后冰箱里面的雪糕也都没有了。小妍妍，小妍，妍妍，谢谢可爱喵宝儿投喂。妍妍，那下面有两个腿，你看是谁？你来。不行，要把它关进去，让它睡觉，它太兴奋了。来，你进去，进到房间去，被呼了，马上就。吴一，你到里面去睡觉。一，过来，去哪？哪？多多，这个赖皮狗，我想让它进去睡觉。它被大头呼了一下，马上来告状。这个狗很会告状的，它现在真的是长得好大的。我希望它不要长这么大，因为它如果真的是一个中华田园犬的话，就没有办法上狗证了。中华田园犬，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不能去啊！这个狗，它本来是要睡觉的，它现在又开始追猫了。进去了，进去睡觉了，去睡觉去。去了，去了，去了！哎呀，不要撒娇了，这么大个狗了，是不是？都快四个月了，是不是？进去了。对，让它在里面吧，让它在里面睡觉吧。它是困了的，我洗澡的时候它就困了。当下，当时，
当时他打的是376，一开始打的是376，因为没有，哦，十万小牌牌，我现在可以想一下了，以前是不敢想的。啊，谢谢你们。哦，对，首先要感谢你们，就是现在今天到了9万粉丝了，然后真的太不容易了。到十万粉丝的时候，你们可以点，好不好？就你们可以点想看什么，想我回答什么问题，到时候到十万粉丝的时候让你们点菜，好不好？到时候取热评前面的，然后执行。当然我们不可以搞有那个味儿的啊，有那个味儿的不行。B 站的小伙伴真的每次都让我在很失落的时候，然后得到一些信心，真的是确实是这样的。先说乐乐的事哦，刚才那个网友问，乐乐当时打的什么？当时打的376，因为当时还没有441，441，那时候乐乐生病的时候是七八月的时候嘛，然后七月底八月的时候，八月初的时候，我具体不记得哪一号了。然后据说那个441到11月份才能研发出来，就是已经在研发，但是要到11月，所以说当时他打376呢，只是为了控制，就是保命嘛，然后去等这个441。结果呢，确实是他很争气，就那3个月控制得很好，后来就到了11月的时候就打了441，打了1个多月。具体的时间要看看以前的微博才知道了。我这个人呢，他会自动过滤掉一些就是不需要去记太多的事情，包括就是我是个比较务实的人，会记住一些有需要记住的日子，然后有一些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就不记了。带猫出门就不要了，这么热的天气，真的，我现在连狗都不带去了。对，八月份，26号是妞妞的生日，那天不是妞妞，那天她没有生病。7月26号是妞妞的生日。441其实有持续打，不只是21天。就是你是说你吗？还是说我们？我自己也没有勇气回头去看。就是如果今天，让我去回想以前，我会觉得说我好像做不到了。就是这么有打了鸡血的话，我有一点做不到了。441就是那个治疗传腹的药。应该不会了吧，我这不给自己找罪受吗？再管一只猫。潘潘，潘潘，376是抑制那个冠状病毒，抑制冠状病毒复制的一个药，然后那个441是阻断冠状病毒传播，在身体里面复制的一个药，就是两个它的药理是不一样的。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你们都会懂的。441它加上其中一个成分，就是现在治疗新冠的药。这样说大家能够更能清楚吧？它本来其实以前不是兽用的药，就是不是宠物，不是动物用的药啊，它是人类用的药，用来治愈一些其他的病毒。但是好像是跟艾滋病有关系吧，然后到后来因为这个人体实验一直都没有，好像是说合成比较麻烦吧，然后不怎么容易推广，后来就变成了发现它对猫是有冠状病毒急性的这个传腹，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现在就不是假的，怎么会是假的呢？不是假的，它其中加上
一个成分，它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简单，加上一个成分，它就真的是加上一个成分。你知道真药和假药，它往往就在于它合成，最后合成的一个步骤。像376、441我不是很懂药理啊，376我是知道的。376说当时便宜的和贵的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最后一步没有合成，它分子式是不一样的。对呀，因为当时我想知道这些药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所以我有去学习啊。然后那个707就是以前研发这个376和441的这个药商，他有发在就是对比什么是真药什么是假药，然后还有那个实验室的那些分析数据，就是官方的我都有看过啊，就是很专业的。对对对，就是差那一步而已。所以为什么叫半成品和成品呢？它就是差那一步，最后那个合成是最贵的。对啊，现在有传富康了。传富康现在是就是口服的，非常的方便，根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就是每天打针。你其实每天打针它也容易应激的，特别是自己不会打的人，像我还好吧。肯定啊，花这么多钱我肯定要了解。你如果是说一天花20块钱，可能我不会去了解，我们找一个贵的卖20的不买，买一个80的总可以吧。但是问题是都这么贵啊，对吧？以前不会啊，口服的是一样的。口服的其实是在美国先上市的，我们这边用的时候美国那边已经用了很久了。我家也有传富康的，当时是要寄给萌喵的，然后我他那时候萌喵他那个过年的时候疫情的时候那个快递不是发不了吗，要发到我这里来了。对啊，无敌已经好了，所以我到时候要退回去的。对对对，就一点点，就100块钱。是啊，很多人现在都是吃药的。我介绍了不少留学生，因为他们买那个口服液，他没有办法带过去啊，所以他买口服药，买那个注射液他没办法带，而且还有风险。他买那个口服药就比较好带。他们好多都是吃的。我以前还不知道传富康，是因为我油管的一个粉丝叫我在国内帮他买，他说他买2000刀一盒，2000刀一盒呀，你想想。我觉得他被人骗了，然后我就才来又去问七夕，我说你知道传富康吗？他说就是我们公司我们厂的呀，因为他自己不卖药了嘛，所以说我还不知道是他弄的。我又不看朋友圈那些，从来不看。然后呢他说是他们公司的，然后后来我就把联系方式给了这个美国的网友，他自己去联系自己买了。他被人骗了呀，就是他是被人骗了。看我捡到一个什么这个应该是胖胖的，胡子这么长，或者是大头的。所以啊，但是在美国其实本来是可以买到那个，因为在美国是有标号的呀，这个药在中国也是有标号的。它不像注射液是没有标号的，就是没有通过正规的这个兽药的检测，还有没有这个许可证的。那口服的传富康反而是有标号的，它在美国也有标号，在中国也有标号，那个是正规药，它其实可以买得到。我要收起来，肯定要收起来呀，要不年底送什么给你？等一会儿啊，顺便嘚瑟一下。啊，这可不是我用手剪的啊，我发誓，这都是从地上剪的。我没有用过剪刀去获取，这种卑鄙下流无耻的方法，看到没有，多了吧，比去年的多多了吧。我感觉今年我过年要送的礼物太多了，我感觉这里都有五六十条了，都
对呀、啊，这全是胡子，这个是圆圆的胡子，哎，不是，嗯，哎呀，我又忘了这个是谁的胡子，是吗？哦哦，对对对，是圆圆，就是根部有黑色的，这个是圆圆的胡子。嗯，我刚对比了一下，确实是只有圆圆有这样的胡子。小妍很忧伤的看了我一眼，现在有两根、三根有黑色的胡子，这根全黑的是那个谁的？是那个，我又忘了是谁的，那个小梨花还是谁的？是咱们家绝育流浪猫的胡子，这个，反正不是五一的胡子，五一的胡子粗粗的、乱乱的。嗯，哦，他睡着了。他其实是很困的，他困的时候呢，如果他没有睡觉，这个其实，所以怪我呀。我的那个生活不没有规律的话，狗的生活也没有规律，猫的生活也没有规律，所以今天早上我是很自责的。其实五一非常困了，猫咪也非常困了，但是他就是因为那种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是你又很困，你又没办法睡觉的时候，是很狂躁的，就是他们当时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那种情况，就是非常的烦躁，又困，然后因为我在干活，他们又不能睡觉。圆圆的胡子吗？好，给你私留一根啊，因为美琴老妹跟班长小林还有马龙他们还有快乐姐姐他们都是非常久的忠实的粉丝了。美琴姐姐她在台湾，然后这几次的那个这两次的周边的售卖她都帮了很大的忙，就是台湾有一些粉丝她没有办法购买，然后是美琴姐姐帮他们做集运啊，然后帮他们统一购买这些礼品，然后每次都是十几套的，然后寄到台湾去，很感谢。乐乐的胡子我分不清楚，乐乐的我真的要剪啊，我要剪。乐乐的真的要下剪刀才可以。五一你看都没有人想要他的。飘哥的胡子应该有，就是我没有。对对对对对，美青是团长。飘哥的胡子肯定是有的，但是我分不清谁是谁的。这次的周边呢，还有一半的货库存在没有卖完，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就赶紧去购买吧。飘哥有什么不敢的呢？大不了就是被他打呗，那能怎么样？又不会死，对不对？那有什么不敢的？无非就是被他打。好了伤疤忘了疼，你看是不是白学学的，所以我忘了疼。那个第二次新的周边呢，这个星期才出完货，就是可能要到下周二才开始可以开始快递。到时候就可以开始快递了，大家就很快收到了。五一的周边嘛，飘哥现在没有上来，飘哥在楼下。不包邮的原因是因为上海的邮费很贵。涨价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会挺麻烦的。本来是说那个包确实是好看。对对对，美青知道，杯子和包包还没有到货。在那个 XD 原创优品 Real 的毛，你这不难为我吗？我去哪里给你弄 Real 的毛？是地毯真的，我都舍不得铺，我原来是铺在这个地上的，我自己超喜欢。然后那个五一，现在我们家的猫和狗啊，它就形成了一种那种，就是你占我的东西，像五一它如果想去霸猫的窝，它就在上面撒两滴尿，然后另外猫想抢回来再上去撒两滴尿，然后就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家现在什么都不能铺，只能等他们的那个关系融洽了以后再说。
就相互霸东西，能把人气死了都。那个沙发我们家猫本来是不乱拉的，就除了那个小熊它不舒服的时候，它会让你知道，它会乱拉一下，其他的猫都不乱拉的。然后最近 Rio 不是回老家了嘛，然后那个沙发是 Rio 和笑天拉过尿的沙发，结果呢他们就上去猛拉尿，在那个沙发上猛拉尿，那个沙发都变成了一个厕所，我都要崩溃了。但是我现在是买的那个防水布，就是铺在那个沙发上面，然后脏了就换一个，脏了就换一个，今天还没有去换，就比赛拉，看谁拉得狠，我都要疯了。对呀，是真的，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比赛谁拉得好。现在已经在巨资了呀，没有以后了。对，他现在其实除了他年纪小容易冲动以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也听话，你看小林，他跟小林很好的嘛。小林每次小林给他叫他干嘛，他都去的。然后他把玩具，本来我跟他玩那个拔河游戏，他把玩具叼回来，他会给小林，他不给我，因为他知道小林呢不像我，我叫他干什么都是要一板一眼的，有原则的嘛。那小林他没有，小林因为不知道怎么去训他，所以他就喜欢小林。但是呢小林下楼呢他是不去的，就是小林叫他他不去的，所以他现在是很懂规矩的，他知道时候要跟着妈妈，他不去的。小林现在在，小林过来住几天，小林在挺好的，他能帮我搞搞卫生呀什么的，来干活的。而且小林他不需要我就是一直陪着他呀，或者是说什么，就大家这种关系还是比较轻松的。梳子来，豆豆来，阿姨给梳毛毛好不好，工具人。对，然后他现在他的毛病，他唯一的毛病就是年纪还小，有时候情绪控制不了，但是这个没关系的，我觉得说狗皮一点那也是他的天性嘛。那如果是说那个狗真的就是像一个玩具狗，我按完了那个遥控他才动的那种，那他也不可爱了，对吧。乐乐跟他你看这么好，昨天晚上我没有拍，因为不是今天早上，因为我是熬了夜嘛，然后那个时候拍了我也不想发，没有脑子了，就是一熬夜干活就会没有脑子，连标题啊什么我也想不出来了，就这样吧，就后来就这么发了。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把五一他就是没有睡觉，他很困，他又睡不着，我就把他关到那个关到这个，他就一直在暴躁嘛，就是他很暴躁，就一直在想追猫，然后就把他关进去了，就关到这里让他睡觉。这不是惩罚啊，因为我每次给他吃东西都是在里面，所以在他的认知里面，在他的狗狗动物狗狗经济学里面，这个行为不是惩罚，所以他也不会吵也不会闹，把他关进去了。然后乐乐呢就一直在门口这里守着，本来就是因为他闹乐乐，然后我才把他关进去的。对呀，以后你们给我想标题啊。然后乐乐就一直在门口守着，然后弟弟被关在里面啦，他不高兴啊，他要救他出来啊，就那种，你吸引好我就没有拍，当时就其实我很想拍给那些说觉得乐乐被欺负的，我想拍给他们看，就其实不是那样的，因为乐乐要是真的被欺负，他会走的，他不想跟他玩他会走的嘛，不会一直就是跟他一直在闹。哎呦，我这个朵朵开不了这个门，它锁起来了以后是比较紧的，我再给它梳毛，它晃来晃去的。哦呦，掉毛掉的好凶啊。哎，朵朵来，朵朵那是很厉害的掉的，你看朵朵来，朵朵朵朵快来，朵朵来，短毛本来就可以用排梳啊我觉得很好用啊，所以我喜欢用啊，我觉得排梳梳的那个毛不会打结，如果梳到打结了它不会疼，
要是用那个针梳的话，它会打，梳到打结了，它会疼。短毛猫掉毛才厉害呢。行啦，行啦啊，小摩托来啦，嘟嘟啊。以前我用过贝壳梳，后来没有再用了。贝壳梳，怎么讲呢？你如果只养一个猫的话是可以的。后来我都是用这个梳子，这是第二个了，第一个被我搞不见了。来呀，短毛的排梳也好用。来呀来呀，长毛本来就不怎么掉毛啊，它只容易打结，它掉毛是不怎么掉毛的。哎呀，这个多多就像一个蒲公英，它走到哪里都有毛毛飞来飞去的。多多，多来多，要藏起来。多多，小猫，太小的话就别梳了吧，它那个梳子都夹不住它的毛。小猫掉毛也掉不了多少呀，就打扫一下就好了，等它长大一点再梳吧。等它到七八个月换毛的时候，你再给它梳就好了。多多嘞，多多，多多，你看它身上那一坨毛，我的天哪！多多不行，我要摁着它梳。多多啊，多多别动，多多好乖，小多，小多好乖呀。哎，不能动啊，不能动，不能动。我们小多准备要回家啦。多多和瓜妹妹要准备回家了。哎，奶奶奶，阿姨叔，哎哎，坐好坐好。对啦，真棒。我们小小声的说，因为一夸真棒，然后里面那个小黑，他就想要出来，因为他会觉得有东西吃。我们小小声的说，真棒啊！果然。听到我说真棒，在里面有动静了。哦，多多没说你真棒，说你真胖了。多别动，多嘞。哎，他去打花红滚，这个猫太坏了，这个猫泄愤。滚滚滚滚来，滚滚滚滚滚。来呀，李英棒，你胆子也忒大了，我觉得你是在陷害我，我明明没有说李英棒，是不是啊？你这不是在陷害我吗？陷我于不仁不义，对不对？括号，圣德正心。滚滚是不是小林梳过了？没什么掉毛，干干净净了。宝儿，还好，宝儿肯定掉很多毛，宝宝，小宝，小宝。小宝在修车，我看他让不让我梳啊。宝宝，宝宝，里面有一个狗在生气。小宝，不让。我要把这个空调，我怀疑这个空调是不是没有那个制冷液了，感觉一点都不凉快。好了，到你了啊！你的鼻屎，你看你的鼻屎，这个鼻屎，对，他很警觉的。床上是被瓜妹直播的前一分钟
被瓜妹在上面撒了几滴尿，然后我就喷那个，大头来了，大头，大头，大头每次都要蹭我这个，来，淑女，那淑女呢？来，大头来了，淑女，坐好，糖糖，哎呦，你看两个胖子，你胖，你才胖，你最胖，你最胖，好，不是你，不是说你，不是我说的，是胖胖说的啊。妈妈没有说，妈妈可没有说你。妈妈是这样的人吗？对不对？很明显不是啊，是不是啊？倒了药。啊，吴建宏又看到你了。人家胖胖说现在也是我家了。好，嘟嘟，来，嘟嘟，嘟嘟，哎，对了，嘟嘟，哎呀，真棒！大头昨天罐头吃多了，昨天有一点便血，这几天因为都太忙了，都没有给他洗屁屁。本来是每天晚上是要给他固定时间洗屁屁的。哦，马上好，梳一下屁屁就好了。屁屁脏了呀！呜呼！哇，这个毛不能要了，太掉了。哎，安排洗澡要洗瓜妹，因为瓜妹要回去了，要给瓜妹洗澡。来，如果礼拜一没有太忙的话，礼拜一或者礼拜二给瓜妹就把澡洗了。啊，洗瓜妹肯定是很难的。理应吧，你看她喝水。哎，没说你，你喝。这上面的都是被那个二货拆家拆掉了，连墙都拆烂了。胖了没有？先回去两个。看情况吧，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让洗，我希望给他洗，就是洗完了他妈妈回去就不用洗了呀，就是他妈妈也很忙。喝了，圆圆来了，那就输圆圆吧，圆圆，小圆圆，小圆别动。小圆这个掉毛怪掉得很凶很凶的。哎，梳毛毛，别动啊。哎，梳一下。哎，腿短的底盘低的就很吃亏啊，一按就被按到地上去了。哎，来，狗在里面不高兴了。圆圆来呀，圆来圆，谢谢你投喂的粽子。圆圆，圆，拖着那个小肚皮，小圆圆。对呀，他小妹妹，关键是人家小妹妹从小跟瓜妹一起长大的，出生了以后回到家的第一天。就是瓜妹守着人家小妹妹，小梨花吗？她不喜欢人，所以不太可能吧。好了，还是到你，那搞来搞去还是要数你。小梨花她喜欢猫，她跟猫都玩的挺好的，就他们会隔着窗子去交流呀，但是他不喜欢人。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是不是？你这个是500cc 的摩托，不是小摩托，是重型机车。机车，行啦。
人家小林姐姐说的，你永远的输不完的嘛。走了还要给他刮一道，输过了没有输干净。好啦，我们准备吃饭饭啦，吃不吃？嗯，桃桃，桃来桃。小圆圆没有输干净，圆圆哎要跑，好不跑不跑，好了到小毛毛了。我把小毛毛抱着输吧，小毛毛，欢滚那个眼神，欢滚，欢滚，来小毛来，来别输啊！哎呦，看我小毛，完蛋了，录屏。小毛毛的毛毛打结了，我用那个小凳子，给我那个小凳子。等一下啊，把这个升起来，马上就好啦，可以看到小毛毛了。不知道小毛毛的指甲长不长啊？多多指甲挺长，把它剪了。多多直播剪不了，我要在平时才能剪。他昨天晚上打我来着，趁机告状。小蛮。乖不乖？乖了没有？来看一下指甲长不长？看一下。哦，不长。我转到这边来，亮一点。别动。小毛的这个毛发就是必须要每天帮它保护得很好，要不它就要很快被洗澡，我也不希望它总是被洗澡。括弧是不是大头？大头在推，听我来，小头来，大头在推这个。大头在推我的那个直播架子，乐乐呢？舅舅呢？你要看到舅舅吗？胸毛没有说，要说胸毛。小毛，等一下，看一下录播，他一直在那转圈圈卡。录播刚刚。来呀！这里有一个结，我摸到这里有一个结。来看屁屁脏不脏啊？屁屁。马上就看到挂了一个猫砂，你这样我一直摸着你才不停那个，是不是？如果还是很卡的话，我就退出去再进来。小萌。刚才是可能是因为有人给我发文件，就是给我发那个我们同事给我发视频文件，刚才看到那个 QQ 又跳出来，可能是这个原因吧。班长一个星期没有消息了，希望他没有生病。我这边没关系，卡不卡，因为已经卡了一次，就等于是整个都卡过了。
只要他卡了一次，我就是要剪辑的，我就无所谓了。他什么时候卡？下爬毛不是剃过的吗？谢谢你们投喂。如果实在不行了，我就把那个把直播退出去。它容易红和黄，都是因为它的口水里面是，它的口水里面是有那个有蛋白酶，然后氧化，就它自己舔了以后，这个口水氧化了以后，它就会变成黄色或者红色。还是卡吗？谢谢橘猫猫酱。一下子出去了5000人，6000人，7000人，都走了。之前的倒没播过，现在刚开播才可以。没有关系啦，人都跑了。但是如果因为卡的话，你们看了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就才退出去的。毛毛那个小熊在叫，熊熊，熊，熊宝宝，熊熊，熊嘞，熊，熊熊，来呀，熊吧。没有人气了，已经。来，熊熊来，熊熊，胖胖别下去，胖胖，胖胖别下去，胖别下去，熊熊来，熊熊。是的，我喂饭，喂吃的。妈妈，奶奶喂罐罐啊。谢谢你们的投喂，谢谢。然后现在我们来喂饭吧。哟，好积极呀。大头在这里啊，没事的，他自己会进来。你让一下呀，特特。我拿一个高的指控一下。大妹妹。特特，你的尾巴拿走。特特。算了，该换新的了。妈妈，哇，头头他身上全是那个皮屑，大头真的要洗澡了。他身上全是皮屑，头头要尽快洗澡。对，这两个塑料的。牛牛，牛牛嘞，牛牛。毛毛要吃几碗？他现在是自助的。毛毛，你每个碗你都尝了一口，
每个碗都尝了一口，小毛。这个小毛很自私啊。通通有，通通有，牛牛呢？牛牛。哦，乖妹妹。妞妞，娘，快头来呀！妹妹，等一下啊，妹妹。录吧嘞，录吧。牛牛呢？哦，在那里。牛牛在猫砂盆上面。那牛牛去，妹妹也有啊。等一下，妈妈开。录吧来，录吧。来，开吧。妞妞。妞妞，鹿宝也有，鹿宝，鹿宝宝，那没宝宝，没宝宝。鹿宝对阿毛本来就还好啊，他不是，他不怎么欺负阿毛，所以我说阿毛是交际花。乖妹妹在吃。糖糖，糖宝宝。吃了，吃了，吃了。妞妞，妞妞，熊爸爸，妞妞在那个底下，猫砂盆底下吃。糖宝宝来呀，糖宝宝。乐乐可能在睡觉吧，我也没有看到他。光妹妹的都要吃完了，我去给她弄一点。那毛毛，你吃这个好吗？毛毛。乖妹妹应该是没有吃饱的。拿来看看圆。妹妹吃，妹妹。
你偷吃被我抓到了，好不好？明天不吃了吗？明天。乖妹妹真的很能吃。胖胖，胖胖，一半，一半来一半。妞妞，还有妞妞、乐乐、小熊，没有吃。阿毛又去偷吃。哎呀，你这个小毛，为什么晚晚的不吃，要去偷罐头吃？陆爸爸，我看胖胖还要不要吃？嗯，大可不吃了，大可昨天吃太多了。对。先别拿进去，不能让乌一出来。好，对，先放，就放刚才的柠檬，因为他们在吃东西，他出来了，等会就把他的吃掉了。收拾行李吗？彤彤，你不要看人家的。老头，你今天不能吃。嗯。胖胖，站起来。头头，我们不吃好不好？头，我们不吃好不好？哎呀，不吃了，给胖胖吃一点，别吃那么快。对，现在是我，让他吃。小圆，你要出去玩吗？记得回来哦，别走太远哦。撸头头。头头。你没原则，我本来就是个没原则的人啊。诺诺啊，诺诺啊，你在干嘛？诺诺啊，在思考猫生吗？你思考猫生都这个样子的吗？嘿，不打我了，你昨天打了糖糖，打了三次，我看见了。哎，别！我一告状你就走呀，这多尴尬！啊，不告你状了，我们去摸胖胖。胖胖，
胖胖，胖胖，快点演示一下昨天直播我是怎么被打的。今天不打我了吗？今天居然不打我了，同学们，他不打我了，他居然不打我了，不给面子。这就直接走了吗？这就直接走了吗？我脚还没伸出来呢。哎，这就直接走了吗？别弹了，我脚气没传染到你身上，在那弹弹弹。快点打我一下，演示一下你昨天，我昨天怎么被打的。你看昨天就这么打我的。三天呐，同学们，这三天我怎么过的呢？你不挺爽的吗？你昨天。哎，我儿媳妇来了。糖糖，糖糖，那别过来，别过来找我。我们要给人家看一下你盛世美颜嘛。糖糖，糖糖，过来。只有糖糖是给我面子的。糖糖，哎呀，真乖，我们糖糖。太乖了，糖糖，再来！哎呀，羡慕吧，嫉妒吧，恨我吧，没用，糖糖只能是我的。难怪变心了，我早就变心了，我家那两只已经是别人的了。糖糖超温柔的女孩子，当然，哎呦，糖糖你怎么也学大头蹭架子？糖糖我们抱抱好不好？嗯，多撸一下头头，撸个小宝我才会羡慕你。我不想挨打，我想多活两年。楼下萨摩耶今天早上撒了泡尿，所以现在上不来。头头再吃点，哎呀，糖糖真乖。暗杀名单第一，啊，没事，我这么胖，你得拿杀猪刀来，普通的刀杀不了我。下次就是我去摸毛毛了，来，同学睡吧，梦里啥都有。大头的后腿找不到了，大头哪有后腿呀？他肚子就是他后腿。Rio 回来了，回来了。昨天前天回来的，哎呀，真乖，真乖！我们糖糖，来，你们糖糖在我怀里，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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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别跑，别跑，在我怀里跑什么呢？真的是，被摸了那么久，也不给我付点钱就跑了，哎呀，小林，你是男生？我这么明显的声音，我可能是男生吗？头终于不吃了。糖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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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英镑。啊，对对对，我是蜡笔小新。蜡笔小新五岁，我三岁。你可不能吃了，想看妞妞，我接着想，我也想看呢。妞妞必须离我五米远，她说我离她四米九的时候，她没有安全感。喜猫在铲屎，
那你出来扭屁股，这个要求得加钱。想看你抱头头，不抱了，不抱了。我才100斤，我抱个20斤的猫，这太难了。最主要是我怕它打我，我这么美丽的脸毁容了，可怎么办？啊，家不差那1毛钱，我扭个屁股就值1毛钱嘛，你怎么也得给我吃顿饭的，对不对？你怎么也得给个2万吧。想看屎？你这口味有点重。我95能抬水桶，我们不一样。我120斤，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我只能心疼的抱住胖胖的我自己。依依 ，Real 在楼下。哎，你怎么吃猫罐头呢？五一，五一，嘿嘿，别让他吃。我以为。头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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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也不今天早上了，今天下午，然后我躺床上，就看见一只庞然大物，哇，一个大的阴影就在我面前，我以为谁呢？我一看，头头，他啪叽一下就躺下了。然后就在旁边让我摸他抱他，这么奇怪的要求。花滚滚更奇怪，花滚滚他跳我肚子上，从2米高的柜子起跳，直接就压我肚子上，也没2米，那最多1米啊，跳我肚子上。说话的是胖婷婷吗？我不是胖婷婷啊。嗯，别动啊。给他冲一点牛奶喝，坐好，嗯，给他冲一点这个羊奶。嗯，马上马上马上，你坐好。乖不乖？乖，等一下啊。好了，来这边喝，来了，来，一来一，在这里喝啊。Stay， 真棒。冲稀一点，让他多喝一点水。掉，掉，可以。真棒 ，stay 啊！现在还不能喝，妈妈说还不能喝啊。对呀、啊，所以平时不怎么叫他名字，叫他的大名的话呢，就是生气了才会叫，他就懂了。还卡吗？现在还卡吗 ？OK。牛牛，你去哪？牛牛跑出去了。妞妞也跑出去了，妞妞，妞妞，对，现在是疯狂吸入。我刚去铲了一下猫砂，洗了猫的碗。Real 可能是在他爸爸家里。嗯，妞妞可能跑到楼下去玩去了，去找那个小礼花吧，可能。蹲蹲蹲。他很能吃，我都不敢给他吃。这个碗可以吃大半碗的饭，就是那个罐头拌着狗粮。他能吃大半碗，我都怕他肚子给撑了。
播不是挺好的吗？你们不是也聊得挺好的？谢谢洛伊和米兰的投喂，是大了不少。他们一家三口跟小梨花关系都挺好的。哦，谢谢萌爪爪。这个不是手板，这个是一个门挡，就是塞住门让它关不起来的那种。对，喝完了。对呀，还舔得干干净净的。喝完了吗？一地上撒了还要舔一下，没有喝过瘾。好不好喝？喝完了吗？喝完了没有？嗯，坐好，坐好，真乖，太棒了，太棒了。你跟着我干嘛？跟着我。到处在找还有没有好吃的。毛毛，那里热热的呀，毛毛，你不去那里好不好？他就喜欢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热的要死。他就喜欢在这里，都热的热的那个，小舌头。一声一声的，他就要在这里，这里好热的呀，妈妈，但是这里很通风，倒是真的。啊，你们看一下他啊，我去洗那个谁的碗。妈，我们去里面好不好？毛毛，这边好热呀。毛毛，强抱他回去。同学，你这断句是不是有点不对？强抱他回去。我可不能对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干这种事情。小林子绝对起了贼心，建议让我去洗猫家监督他。啊，大可不必了，大可不必了，我可没有什么贼心。啊，别刷问号，别刷问号，别刷问号。啊，我没有贼心，我没有贼心。我就是想摸一摸，想摸一摸，绝对没有其他的心思。强行拐回去，拐回去给吸盐吗？我现在没有地方养猫。你就贼，你才贼，你最贼。
舔我就行了，舔我就行了，别舔毛了。舔毛路上的阻碍，来舔一下。小毛，我们到里面去好不好？这里好热的。小毛，嗯，去不去妈妈？奶爸抱到里面去，这里好热，好不好？抱里面去，赶紧抱里面去。哎呦，奶抱到里面去啊，这里热热的。哎，我们走。哎呀，叫的真屌。这架子怎么放下来？你拿过来给我。谢谢。嗯，在这里就好了，妈妈。想看小尿，这里也可以看呀，对吧？嗯，就在这里，嗯。嗯，如果你的猫没有绝育的话，就尽快去绝育。然后，如果绝育了的话，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如果家里面是没有什么应急的事情的话，可以带到医院去验一下小便，看一下是不是那个。泌尿系统有问题，因为它如果拉尿痛的话，它也不愿意去猫砂盆去拉的。如果体检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换一下猫砂呀，换一下猫砂盆呀，换一下猫砂盆放的地方，尽量放在安静的地方。就是猫它上厕所和吃饭的时候，它是希望不被打扰的。毛毛要掉下去了，嗯，真乖。对，生病不舒服它也会乱尿的，所以我说如果是说你排除了其他的问题，应急的问题，比如家里面有什么客人来啊，或者是说换猫砂盆啊，或者是总之一切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呢，就可能它身体不舒服。传腹的我不建议你现在没有治好之前去绝育。又开始嘤。乐乐，乐，妈妈给梳一下毛，好吧？又开始嘤嘤嘤。嗯，你别动，妈妈给梳一下毛。别理他，别跟他可以玩了，可以玩了。嗯，你嘴里咬的是什么东西？去哪里咬的猫猫？嗯，这个狗。没事没事，我装手了就好了。他要玩那个猫的球，那是阿毛的球。
停征了以后再考虑吧。他没有好的时候，我是不建议就是再让他应激了，没有必要嘛。教授，什么教授？药理教授吗？这个药才出来一年，哪个教授他就这么有研究了？一年多，一年半不到。是啊，他长得非常的快。临床实验是11月开始的，乐乐参加的就是临床实验，然后正式上市是在2019年的年初，到现在就是一年半不到嘛。乐乐，来，来。没关系，普通人不用记这个。我记得是因为乐乐参加了临床实验，对啊，所以才会便宜了一半的价格，原来是很贵的。乐乐作为干性的，当时没有几只干性猫参加的。小圆爸，等一下啊，我丢一下那个。丢毛毛，丢哪？我去捡。小盐巴，哇，半岁就可以。希望所有的猫都不会得喘腹吧。嗯，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有一个小可爱，这里有一个小可爱。你是谁家的小可爱呀？宝宝，宝宝，看得好认真啊！行啦行啦，走走走。我嘴里有一个毛，我想拿出来。哦，人家不跟你玩了，这是真的不跟他玩了。谁让你不乖呢？小宝啊，不傻，小宝并不傻，小宝非常的聪明。宝宝，爸爸，鼻子黑黑的。宝宝，我想给他梳个毛。宝宝，乐乐，你蹲在那里干嘛？乐乐，爸爸。梳个毛就好。因为它掉毛很厉害，把它梳一下。别动，别动。啊，跑了。你在看好戏啊，乐乐。幸灾乐祸。翻滚是三花，对。爸爸又来了，哎呀，跑了。乐，来，你往上看，让大家看一下你的蓝眼睛，好不好，乐乐？乐乐，你看我们乐乐很有腔调的。乐乐，他要坐在这个垫子上的。糖糖是梵文。糖糖，乐吧，不理我。乐乐，乐乐，乐乐，
别看你弟弟了，看这。哎，打结啦！别动，别动。你什么都不用帮我，对，因为我自己看得到在哪里，你什么都不用帮我。好了，别动啊。哎呀，还有一点点啊。打结了不说了，就要被踢掉，知道了。打了一个大姐，刚才耳朵旁边那里，因为她天天跟那个狗在一起闹啊，那个口水啊什么的，吐吗？嗯，它的营养很足的，不需要单独去喂这些，因为主食罐和猫粮就是该有的成分都有了。当然，如果是说，夏天补充一点也不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是没什么必要吧，可能是因为我懒吧。会啊，会舔，但是它不像阿毛那样就死舔。阿毛，你不让它舔，它会焦虑的。一，把你的玩具拿来给妈妈去。玩具呢？一的玩具呢？仔，坐好。对，仔的玩具呢？握手。握手，真棒！这边握手，嘿，真棒！握手，没有奖励就不干了。想跟哥哥玩，哥哥不想跟你玩，哥哥藏起来了。哥哥不想跟你玩了。五一吗？它如果是换毛倒是好事情，我给它梳个毛吧，它挺毛乱乱的，我找个吃的来哄它。我换一个小架子，等一下啊。来一。给它梳吧。它也掉毛挺厉害的。洗个澡掉的那个出水口都堵了，你别动啊，别动啊 ，stay。stay， 他听到吃的声音了 ，stay， down， 快点，对啦，棒棒的，妈妈奖励啊 ，stay， 别动啊，先奖励他吃一点东西，棒棒的，真棒，一，看妈妈，一。哎，坐好，你先坐好，坐好，对，对啦，真棒，耶、yeah, ，真棒，来侧身，侧身，侧身 ，stay 啊 ，stay， 现在来给他梳毛，看人家 stay 的很好的，因为有盼头，所以超级乖，有没有看到？还是要给一点念想给他的，真乖，我觉得真乖。OK， 好，再 stay， 再 stay。
好臭啊，这个零食好臭。Stay。侧身，侧身，侧身，侧往这边，侧往这边。对啦 ，Stay，Stay 啊。你看它的毛，黑乎乎的，像个妖怪。OK， 等了好久，那个干的味道，那种腥腥的臭，你看它的毛卷卷的，好臭啊，臭臭的。哎，坐好，对，这样，这样，这样，对了，对了啊，侧身，侧身呀，侧身，侧身 ，Stay。Stay。输完了，在这次要等它输完了才可以吃了。Stay。这里。Stay 啊。这个屁股上的毛像草一样。OK。一口就吃完了，再奖励一个啊，因为太乖了，再奖励一个呢。哦，你看谁来啦？哦 ，Rio 也要吃是吧？哪 Rio 嘞？他想跟 Rio 在一起。Rio 嘞 ，Rio， 两个都吃，两个都吃 ，Rio 也吃。哎哎，坐好，坐好。好了，没有了。别动，别动啊，不能动啊 ，stay， stay。帮我截一个这个图做封面。来来 ，Rio， 每个人都有，你坐好 ，Stay，Stay， 坐好，哎哎 ，Stay， 不能这样的啊，他又想跟他玩，他又想吃，那 ，Stay，Stay。OK， 对 ，Rio 他只会做好，他不会别的，没有啦，吃完啦，没有啦，哎，没有啦，吃完啦，没关系啦 ，Rio 不会 ，Rio 只会做。干什么？干什么 ？Rio 不会。Rio，Rio， 坐好 ，Rio 坐好 ，Rio 出来 ，Rio 出来，坐好，坐好，坐好。你看，连坐好他都不坐。好的，待会你帮我发个私信给我就好了。我想就是用来当封面。哎哎哎哎，不是，他想跟他玩。他是高兴。停。嘘。你出去。喂。你也出去了，出去了，你也出去，出去了，出去。
还叫不叫啦？出去。对 ，Real 一脸的无奈。你出去。那，来啦，来，出去了，出去。他又不肯。Real 来 ，Real，Real 来 ，Real 爸爸。好了，你们两个在外面了啊。好了，床底下躺着两个猫，我也不知道是谁，我洗个手啊，手很臭。哎，你看，我就看到你啦，卡吗？你还皮不皮啦？啊，一直在叫。好了，不皮了啊。毛毛要去哪了？小毛，这里凉快吗？毛毛，毛毛，对，小狗现在还是比较调皮顽皮的。嗯，除了这种就是，因为年龄小的冲动啊，它其他的行为啊都还挺好的，所以我也不是很担心。现在就是耐心的等它长大就好了，然后。到月底20多号的时候，他又要打第二次疫苗了，然后到7月底的时候，就是小宝生日的时候，小宝和妞妞他们过生日的时候，看到花王果吗？躲在那里面躲凉。然后等到3个小猫咪过生日的时候，今年可能会意思意思一下吧，估计他们也不会配合的，然后三个小猫咪生日的时候。我们小五一的疫苗就打完了。嗯，它这个狗呀，黑狗呀，真的是很招蚊子。我带它出去散步啊，那个蚊子就围着它嗡嗡转。坐好，坐好，坐。对啦，好乖。那个蚊子就围着它嗡嗡的转，就很招蚊子。所以它每个月的驱虫呀，都要很按时的给它做。嗯。到7月2号，7月2号就要驱虫了，6月28号就要打第二次疫苗。清朝派对，清朝派对吗？对呀、啊，妞妞、毛毛和小宝，他们年纪都差不多了，就是小宝比妞妞大20天，妞妞又比小毛毛大20天。他们都是差不多大的，到时候就一起给他们过一个小小的生日会吧，意思意思。因为猫肯定是不会想过生日的，所以这个意思意思就是给他买好吃的而已，不会有什么仪式感呀。嗯，他肯定不愿意过生日的嘛，他也不知道生日是什么。你给他戴小帽帽呀什么的，他也不见得会开心。来，坐好，坐好，梳毛毛。嗯，真乖。所以就是买一点好吃的就好了。嗯，蛋糕也不买，就买他们平常喜欢吃的。多给几个条吧，然后多给一点冻干吧。那小毛毛那个肠胃，它也不能吃太多的东西，容易软便，是不是啊？嗯，小宝还是像小宝宝，毛毛也像小宝宝。反正到时候就奖励好吃的，看谁来啦，胖胖。
胖胖。嗯，什么？太奇怪了，没听懂。什么东西太奇怪了？他要去惹胖胖，要挨打的，马上就要挨骂了。来，一仔，一来，快来快来快来，真棒，嗯，真棒。牛牛到楼下去了，牛牛到楼下去了，不在楼上了，他喜欢在楼下。刚才他在。瓜妹，就走两个猫啊，哪有好几只？就是瓜妹和多多，先回去。嗯，花滚和胖胖还是继续在家里。Real 又来啦 ，Real 你梳毛吗？嗯。哦哟。不能一起，嗯。嗯，胖胖暂时不走。你又叫，待会儿人家又走了，不跟你玩。你看是不是？他才没有这么多情呢，是因为我的房间凉快。人家不想理他，他太激动了。这种时候就是要让大狗来教他，就是比如说大狗不喜欢这样啊，要让大狗来教他，人是教不好的，是吧 ？Real 宝宝，他现在又长得比以前，你看原来是他在 Real 面前就是一个小小的狗，现在是。又比原来还要再大一点了。嗯，你不要来找我，你去找 Rio， 不要来找我，他都飞机儿了。Rio 嘞 ，Rio， 你不要走来走去的，他以为你在逗他，知道吗？嗯，你也不要跟他讲话，你就不要走来走去的就好了，因为你只要动他，以为你是在逗他，而且你不在跟他讲话。你不想理他，你就不要动，也不要讲话就可以了。喂，你待会脑袋又被他咬在嘴里啊。Rio 要他要到我前面来，就是坐在我的大腿这里，然后我就没办法拍他了，太近了。嗯，坐好坐好，耳朵特别舒服，萨摩耶的耳朵。嘿嘿嘿。用五一跟大爸换 Rio 算了，虽然是洗澡难洗，但是耳朵好玩呀。又开始了啊！挨打了吧？Real 趴下 ，Real 睡，睡 ，Real 睡。睡，睡。这是开玩笑的啦，嗯，这是开玩笑的，怎么可能呢？他很想，就是他很想跟 Real 亲近，但是 Real。现在是比较排斥他。
就是嫌它皮吧，就是。好了，趴下，趴下，对啦，趴下。它，你看它，真的，哦。我要换个地方坐，但是我一动，刘永又会跟着我。我轻轻的挪一个地方吧。你看他好享受哦，就是那种沉迷的眼神。他特别希望就是 Rio 舔舔他呀，然后，你看他多老实啊，他就希望 Rio 能够跟他就是互动一下吧。一个渴望母爱的小五一，对他真的就是想，是呀、啊、是呀、啊，所以说，像你说的对，那个小胖，他，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要狗来教他的，就是我们人是教不会的。然后他乖了，人家才理他，就像猫也是呀、啊，他不乖，猫也不理他。他刚才就是很激动。所以这种东西，这种社会化的这种行为啊，就是所以说人是很难替代的，猫咪跟狗狗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必须得是它的同类去教它，然后它就知道尺度在哪里。我们只能是说，教它用我们的方式去教它的社会化行为，但是肯定是没有它的狗妈妈或者是同类来教它好。耶、yeah, 你胆子肥了啊，你还敢拿爪子去弄它。看看，哎呀好心酸呀。很渴望 Rio 能抱它一下的。它要挨着它，它又不敢，你看想挨近一点点。现在可开心了，慢慢的，哎呦，他很会的，看一点一点的靠近他，是他很会的。帮我截个清晰的图吧，这里可以用来做个封面。是呀，现在学聪明了，他知道他皮的话 ，Rio 就会不理他。好可爱，好可爱。你闻人家的脚干嘛呢？想要怀抱，他很想就是躺在他怀里。但是他刚才把 Rio 搞烦了的时候 ，Rio 是不想理他的。你好，你好。我慢慢把我的脚抽出来，因为我动了 Rio 会动。就这样好了。你舔舔啊，舔舔舔舔弟弟啊，舔舔你的干儿子。真乖。你看我走了，他就要走。这个狗真是的。坐好，坐好，坐好。Rio 坐好，坐好 ，Rio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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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你。坐。对啦，我会拍到你。对对对。坐，不要坐，不要坐，坐坐坐坐坐了，妞妞，妞妞，坐坐坐 ，real 嘞 ，real， real， real， 哎呀，
Real 有一点他不好，就是他喜欢用牙来咬东西，就是咬手啊，咬脚啊，然后咬裤脚，咬衣服啊。但是这个很容易纠正的，等到他下次再这样的时候，我不理他，他慢慢的他就会了。挨打了，挨打了，被毒打了。他想那个，想示好，把肚皮翻过来，就是想跟 Real 说他跟他好的意思。Real 不讨厌他。你看 Real 对自己的儿子也那样啊，他不是讨厌他，他并不讨厌他，这就是狗狗交往的一种方式吧。猫躲在床底下，因为太热了。今天非常的热，今天应该有30多度。我房间可能30多度都不止，我也不知道，非常的热。那他现在是跟鹿宝宝旁边是鹿宝宝，哎，不能给他，对，他再咬就没有了。我要把耳朵藏起来。他吃10分钟就没有了，别10分钟，不能咬，坐好。因为天气太热，现在那个猫都躲起来了，有开空调，但是开空调还是很热，这个天气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夏天的时候，Real 躲在小莲的腿下面，那个小五音，燕，来，真棒，真棒。也不至于吧，他就是热，因为 Real 跟他们还是挺熟的呀。他们就是如果狗叫的话，叫唤的话，他们就会不喜欢。妞妞刚才不是还在那里吗？然后倒不至于有这么恐怖。对面哪个帅哥？没听懂。Real 是女孩子，没关系。你如果没有看到猫，你可以待会儿看回放。我不过要明天早上才发了，因为刚才卡了很多，我会剪辑一下。剪辑完了以后，可能都到半夜啦，因为要一点一点的看，刚才卡了很多的地方。人那个是小林啊，那个是我的粉丝头子，也是我的朋友，她是个女孩子。对，他再大一点他就稳重了。你看他想过去的很，翻着一个白眼，但是他又害怕 Real 讨厌他。估计 Real 现在摆出来的姿态是就是叫他不要过来的姿态吧。他那又来了，他在我脚下，他想去跟他在一起，他又害怕。去了哪去了？咋的？躲在我脚下。对呀，去了，去跟他玩去了。去了。他不敢去，好傻的。去了去了。去了。藏起来。看他。他藏在我的腿后面。好怂啊。又反动又怂。去了去了，妈妈给你做坚强的后盾，好吧。我为什么要为了讨好你去发呢？狗好看还是丑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花钱养它吗？还是什么？我们全家都是你养的？你怎么这么牛逼呢？不会说话就不要说。你这么蠢，你妈不是也养你吗？也没有把你丢掉啊。你这么不懂事，这么乱讲话，你打赏我就能胡说八道吗？有钱很牛逼吗？我缺你那点钱吗？不会讲话就不要讲话。我的狗丑只能我说，不能你说，知道吗？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嗯，有时候有压力，我自己也能当一个压力排泄的出口吧，要不总不说，我总不计较，我心胸哪有这么宽大呢？我也没有这么高尚，好吗？对吧？人都是有脾气的。我不需要说你们说他什么好话，也不需要你们夸他，尊重我就好了。嗯，不好意思，可能也影响了你们的情绪吧。地漏盖子吗？地漏盖子全部扒出来了。那小妞妞，妞妞，妞来这里来，妞妞，上桌子来，妞妞，妞妞，来，妞来，妞。妞爸爸，露露来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这种人好奇怪，我觉得。你不看不就完了？我求你来看的吗？你不有病，真的是，好好笑。拉黑了，本来我还没有学会拉黑人，从来没有拉黑过，现在拉黑了已经。嗯，真的是很恶心。不看不就完了？有那么多话说。这个世界又不是围着你转的，你爱看看，不爱看就拉倒。妞妞，妞妞，本来妞妞要进来了，现在生气了。他不好看，我也不需要，就是你们去夸他长得好看，对不对？可这种话就很没有礼貌。你可以说他不好看，哎，他不够，他不帅，你可以的。丑是骂人的话，好吗？嗯，没什么，没什么，没意思。嗯，你们都不要花钱，真的，哪怕喜欢我也不要花钱，我不希望你们花钱，没有必要的。没有生气，嗯，不生气，不生气，反正就当好不容易有个人能骂一下，不好吗？对不对？也很难得。小宝在那个外面，小宝在刚才在那个看鸟台那里待着。好啦，嗯，喝点水，没事啦，没事啦，嗯，就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吧，过去了。没关系，哎呀，你看 Rio 的那个口水滴了一地都是，就是因为它很热，很热。嗯，留着买冰激凌吧。要是我也舍不得花，我拿去买冰激凌。这个天太热了，要不我就在那个叫那个外送的送冰激凌。真的好好想吃冰激凌，我又不想出去。你咬那个干嘛？他又找了一个新东西。
拿来讨好 Rio， 小狗，小狗，应该是吧？因为我认识 Rio 的时候是去年我搬来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了嘛，所以他夏天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对呀、啊，他拿来那现在又拿去给小林，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啊，他要拿给他喜欢的人。哦，给妈妈呀，你给 Rio 玩就好了。对，你看，哦，批发嘛，可能要对我哪天开车去那个批发的地方批发一箱回来。你说的对。哎呀，我觉得最好吃的冰淇淋其实就是那个，很便宜的那个叫什么蒙牛的那个小奶什么？小布丁。小布丁那个我觉得是最好吃的。每次吃两个刚好够。哎，那你可以买大布丁。小布丁吃的舒服，就它不会滴来滴去的，几口就没有了。对，小布丁我觉得好好吃。哎，他又拿来给 Rio， 可想跟 Rio 玩了，就是想讨好 Rio。对呀、啊、对呀、啊，老冰棍要看什么牌子的，有些不好吃，有些好吃。去年买的那个所谓的什么俄罗斯的那个老冰棍不好吃。他想送这个给 Rio， 然后 Rio 跟他玩一下，人家不理你。哦，对，这个是猫碗的架子。在哦， Rio 玩了，嗯，接受了他的礼物。好了。人家要了你的礼物，你就想玩人家了。这个，对对对，红豆冰也好吃，红豆冰好吃，还要那个粒粒的那种红豆冰，那个特别好吃。我也想吃了。哎 ，Rio， 你看他待会儿就咬坏了，哈、啊，在呀、啊，你问他要回好不好？他待会儿就咬坏了。来 ，Rio 来，给阿姨啊 ，Rio， 不能要啊，这个给阿姨来 ，Rio 来。好乖，棒棒的，来了！哎呀，真乖，真乖啊！这个不能要了，不能要了啊！对，因为 Rio 他不是回老家了嘛，所以就没有买他，没有再给他买牛耳朵。原来是 Rio 四个大的牛耳朵他都吃光了，然后小狗的是小的牛耳朵，所以他现在。他后来回莫干山了，我就没有继续给他买了呀。一磊，呀呀，好棒，真棒，真棒！现在好乖了，就是训练了几天，然后叫他来，他都很乖。当然也有他不来的时候，就是知道要被惩罚的时候。人吃不了吧？你要磨牙吗？要磨牙是可以的。我也在减肥，哎，我今天还没有称重，我称一下啊。你们猜我多少斤？你们猜一下吧，要不我看一下谁准。51.2。猜一下吧啊，那个你们猜一下看看，51，104，90没有，就是我不长胖了。现在就看小数点了啊，主要是看小数点。大数你们都知道了，准备啊，看谁的准。单位错了，我猜对了。51.2，现在是51.2。雨薇的乖乖比较接近，还有很多都接近。很多都接近，就差个二两，51，很多人猜51，你们是看着51的名字猜的，肯定是，对，差不多。可以吃冰淇淋奖励自己啦，那不是很快就胖了吗？我要是听了你的话，我觉得你是在陷害我。我最近总是
没有力气走路，可能是因为减肥的原因没有力气。哎呀，这个狗好粘人，我去哪里它就伴着我的腿，你看我走不了路了，它伴着我的腿。我想拿个喝的。哦，那个阿仔去睡觉去了。阿仔玩累了，等一会儿啊，我喝一口。渴。你也想喝吗？嗯，对，他想喝。中午的时候给他喂了一大碗饭。本来，所以狗和狗之间他也是会学习的。本来是那个小五一他是很会等食的嘛，就是他不会激动，看到吃饭的时候他是不会激动的，就是把他教好了，他会每次很安静的在旁边等。有时候我都忘记说口令，我走了他还不去吃，他就一直在等，他是个死脑筋，跟我一样，真的就是一个死脑筋。然后今天 Rio 来了以后呢， Rio 就是会比较着急要吃饭的那种，就在旁边很着急，然后他就跟他就学的一直在叫，汪汪汪的叫要吃东西。嗯，所以狗啊它会相互学习，像这种情况呢就要教 Rio， 然后才能把两个狗都教好。但是我觉得 Rio 可能没有这么好教，毕竟它长大了嘛。嗯，试试看吧， Rio 就很快会回去了。没有呀，是粉色的，紫色的是舌头里面的血管吧，我猜的是它是粉色的呀。大狗的口水觉得好臭，热死了，它要赖在我身上。这个狗想阿姨了是吧。嗯，昨天晚上本来我打算让它在我房间睡的，但是它们很淘，它们两个淘呢猫就会受影响，但是如果把两只狗都放到外面去玩呢又很热啊，因为楼道里面没有冷气，所以说后来还是把它们分开了，没让它们在一起。咦，要回老家，但是没有这么早，可能要过几天吧。他明明热的要死，你看他就要我这样抱着他。这个狗想阿姨了，真的是想阿姨了，还挺欣慰的，是不是？算有点良心，没有白爱他。是啊，他是很喜欢我。天气热呀，现在白天又不能出去遛，要等那个晚上的时候。晚上我又很怕蚊子，每次出去都像贼一样，要穿一个长袖衣、长袖长裤，然后还要喷那种防蚊水啊什么的。他牙结石已经清理掉了，原来他在这边的时候，我每天给他刷牙的，但是他回莫干山，他爸爸忘了带牙刷。可能这次回去的时候还要重新的刷。他在莫干山可能生活的比较随意了吧。他已经修过毛了，你看他原来的毛十几公分长，二十公分长，现在只有十公分长了吧，就修掉了一半。他要赖在我身上我也没有办法，他都热死了他就要赖在我身上。哦，你知道热啦，你终于感到热啦。这个狗终于感到热啦。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了，今天断断续续的，然后不好意思，下次我先选好网络，就是如果不行的话下次直接就用4G来播。来的晚的同学，没有看到猫的同学，待会儿可以在明天早上的时候，我定时在明天早上9点发，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回放的话，之前呢都是猫的。对，然后想看狗的就从后一个小时开始看就好了。然后今天可能让大家心情不好了，在直播间里哦，我也没有控制住自己，非常的抱歉，以后我尽量的控制自己。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订阅我，我每周的周五
晚上7:30到9:30在微博直播，然后周六的下午3:30到5:30在 B 站直播。嗯，还会经常更新我的视频，2天1更吧。现在是，喜欢我们的朋友多多支持，谢谢你们。嗯，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嗯，祝大家周末愉快，爱你们，么么哒，拜拜。